不会，倒回来，老板。再按三下。按三下。按三下，一二三。哦。然后倒回去了。哦。然后按两下，它就会自重。对面有市场，好想去逛一下。这回程就会逛到了、啊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不知道回来的时候还有没有。哦，这个都闻到旁边垃圾的味道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好，转过来这边拍，很多摊贩的。现在他们还有在建设、啊。对啊，都还在建设、啊。这个小岛是不是？那小岛人家这边很悠闲哦，悠哉悠哉。小岛就是发展观光的好地方。可是这个我觉得，哎、欸，你不是想要吃那个法国面包？这里有、欸，到处都有啦。我们吃路边摊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它比泰国干净呢？泰国？没有。我觉得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可是感觉它的空旷比泰国好一点。你说路啊？没有。你开的这是大路啊，拜托。差不多啦。看这个，车牌都挡下来了。对啊，那这送货员好厉害啊，载这么多货。载这么多东西，看到吗？对啊。还骑那么快。你怎么知道他送货的？上面写 JT 啊，哦、J&T 啊，快递公司。越南快递啊。嗯。哦，都是沙子，我要超车。对啊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骑很快，你看。哦，我来试看看极限呢。哦，哎，安全帽会飞走哎，老板。哦，就是啊。我的安全帽都飞走了。安全帽快飞走了，算了。还好我有多戴了一个帽子，不然就飞走。飞高站吧。你看这个旁边啊。嗯。全部都是度假饭店啊，都还在盖啊，有没有？还没好啊。很大哎、欸。哇，这一整块一整块都是哎、欸。对啊。那过几年来、啊、又不一样了，可是就会贵了啦。哇，都在盖了，有没有？对。电商都进来了，还有十二分钟。它有一个 Kiss 大桥，这里啊？对啊。不是度假，那个都是该要卖的房子。是卖的房子还是度假？卖的房子。哦。哦。它是要盖一个让人家来这边度假买房子的。哦。还要让引进外来人口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哦。骗了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公车是集团弄的？不用钱的。啊？他不用钱。我说他们那个公车是集团弄的。没有。哦。这里面全部都是那个。好，盖房子要买卖的。嗯。哎，加油站，加油站！来不及，没拍。我知道啊，终点加油站。要
有荔枝，我去水果店买荔枝。有吗？有加油站的。那个。还有那个加油站的标志啊。那个啊。哦，在这里加油站对面。你不是说指甲太长吗？我带你去修指甲。他们这里修指甲超专业的。我们今天去按摩的时候顺便修一下就好。他那有修指甲。你看他们都包成这样。这么热。还好我有带长袖的。体验一下他们剪头发，在哪里？我刚好看到理发厅。哦，这是你说的盖来卖的房子吗？盖得好漂亮哦。我根本就照做。哦。啊，法国村应该到了吧？就在这一区呗。是啊。啊。这叫法国村。法国村，他们有一个那个是。叫做法国村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因为我刚刚看那个房子很像。看到了，过头了。过头了。哦，那我们右转了。右转。这里不能，哦，这里可以右转，这里可以。代表这种地方很多韩国人来。哇，你看很多人住这里的。对啊，这就是，对啦，这里应该是我讲那个法国村啊。哦。你都在卖房子。嗯。他意思说你可以搬来普吉岛住，有没有？可以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个咖啡啊。然后右转吧，老板。右转。我们现在就开启了，我的外灯刚亮光了。然后呢？左转，你看一下你的那个。好多房子哦，空房很多。对啊，向右转之后再向左转，向右转之后再向左转，那个红绿灯。这根本没有住人嘛。对啊，你看，好漂亮哦，就是一个新造镇还没有住人。对啊，看你这么漂亮。等下我要左转。哇，这拍起来好美哦！这有没有红绿灯啊？没有红绿灯哎。那前面公司在。可是他们有停车啊。那到底是谁要先让谁？不晓得，那可不可以过？可以啊，电话真响。没有红绿灯哎。那前面公司在停什么意思？到底可不可以过？方。可以，就过了。你讲就是这个啊？整个很漂亮，就是这里。对啊，应该在这一区。全部都在招商啊！你看，很多都还没有卖出去，有没有？都还在招商哎。因为我们要去缆车那里，先会先经过这个，先会经过这个地方。哇，这是整个造镇起来的。嗯。然后从那边。慢慢往上骑。看一下。对，
那上面应该也都是啊，全部都是啊。这个噪声就刚刚你看到那个一大片一样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噪声这个阵也太大了，太大了。这个我觉得他这种是要给人家来移民用的，你知道吗？要干嘛？移民啊！哦，对啊，你看盖的超漂亮的。没有。哇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民宿吧，应该很多都饭店民宿。应该不太像饭店。是的。哦，这边就是海边啊，这边全部都是海景第一。好大一片哦！对啊，很漂亮，很像来到了欧洲。欧洲就是像这样啊。你看这下面这个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这个如果停下来走下去，应该很漂亮。哦，结果他中的是这个，又掉下来，很麻烦。没有上面那个。我看到了。那个开的超漂亮的，但是你这样人潮算少，很少啊。感觉来到了欧洲，真的很干净，跟刚刚骑在路上差距太多。对，这个应该也是饭店。你看这个钟。对啊。往哪走？咱居直行。看一下啊。哪几种？300公尺向右转。哦，现在可以停下来，好好的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拍不停。好美。是这边吗？往上走吧。我们可以下来这里，这好像是一个什么海洋馆还是什么，忘记了。等一下打开地图看一下，这里啊，缆车在这啊，哎，还是在这里坐缆车。是这里坐缆车。目的地在快到了。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到达目的地，缆车在哪里？应该是刚刚这个吧。是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去停。因为我们走过头了。那应该是这里对。那边啊。对。停啊！没错啊，没有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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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骑了半个小时的摩托车，你要先钥匙要那个。哎，对面的摩托车好可爱，骑这个摩托车在欧洲村里面，挺可爱的。有没有看起来超有 feel 的？大叔，你看，给你。啊，到了到了。我先。我们要走路下去。注意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有人要去坐缆车了。有看到吗？走吧，我们看那个缆车的标志，就是从这边下去。走，建筑都很漂亮。哦，这个造镇，台湾的造镇跟那个比起来，我觉得差很多。哎，还好啦，我们从中间骑到最南端啦，最南端也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对啊，所以算很快，我觉得。也有公车可以到。嗯，看是几号，走到前面去看是几号。还不是，还搞不好人家是团的嘞。哎、欸，不，这不是公车，公车是绿色的啦。哦，公车是绿色的。对啦。对。要排队哦。这里吧。是吗？走进去吧。哪边？走进去吧。没写啊。啊，没写就是。我带你去吹冷气吧。好。哇，大。蓝车的，只有两个语言。我们家老板娘买完票了。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先拿走。这么厉害，就是三张，两张是票，少 QR code， 然后一个是票根。走吧，要等。那么多人，等等吧。对啊，这个来这种大景点就会遇到观光团的。我们这个完之后再去走，不是观光的景点。就这样，用扫的吧。扫 QR code。就是扫 QR code 进去。下去再回来。对啊。哇，下面不怎么干净。对啊。哦，他就是上去再下来，加25分钟。对啊。嗯。所以对他慢慢下去再上去啊。对啊，有点像坐云霄飞车了。有没有看到下面那些船？有啊，那就是跳岛的。你说跳岛了、啊？对啊。我们不是有一天要跳岛吗？看看吧，我们那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。靠财团来。他帮我打造这样。对。Какая? Это же...
сегодня можно вот на этом. Кстати, пока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свободное время есть, то кто дайвингом хотел заняться? Серега, ты на дайвинге? 25分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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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分钟
几户人家？一二三四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不理你。А что ты не видно? Есть? Нацит сколько? А что, прикольно на столбе? На столбе прикольно. Будем ехать после этого. Я вижу три точки. 下雪的地方跟这种地方你要选择。Как по-чисти уйдем, бывает сзади? Нет. 我应该想要去东南亚那个下雪的地方吧。我宁愿选择夏季，太热了，有冷气吹就好了。Она не вытирается, это уже все. Это шорты. Это такое плохо. Да, чтобы он не снял, там это звезда больше. 它这缆车是全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，总长有7899公尺，七公里。这个。哎，这里有简介啊，等一下拿一个。天哪，这简介都英文。翻看看有没有。那我可能要一直那个。现在缆车的最后一站，大兴的那个度假。哎，它还没建好哎，刚刚你给我的那张地图就是这里啊。对啊，他们的水上活动乐园。有看到吗？对啊，那表示还没好啊。它应该有局部好了而已啊。水上乐园啊。那是能跳下去的水上乐园。对啊。快到了其实它有东西都没开发，还是很原始。慢慢下降。哦，是慢慢下降吗？慢慢下降，不是吗？慢慢下降。它要进去了。感觉不是慢慢的，它是滑行，它是滑行下降。来开门。哎，你票呢？票在我口袋啊，我自己票在我口袋里。